然后我们久违的等了很久，积积了这么多时之金，就是为了这一次的幽灵见识哈。这么正，能不抽吗？来了来了来了，久违的抽卡。那个好像看广告好像蛮厉害的，中了吧 ？OK， 没有，很好，不意外。石头没有。好 ，Go， 第二十抽，没有。哦，换小线配音员哦，是故意的吧？第三十抽，中了吧？嘿嘿嘿。第四十抽，哇！加发速，加发速了，哦，加发速了。第五十抽，反正保底就180嘛。今天很不稳定哦。不是吧？这道重振我看不到哦，我会很不爽哦。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一定要按。北七哦，别闹啦，白痴哦。我觉得真的要重登的。啊，沙小，沙小。先保存。啊？中了！啊，我中什么？冰泥！有了有了有了，靠北！啊，我就没看到那个瞬间。为什么马上就有？他有送吗？还是我中两只？我中两只的意思吗？看起来是中两只的意思啊！这么精彩的时刻，我竟然没有，他竟然荡在那边，好吧？反正结论是50抽中，对，两只嘛 ，OK， 50抽中。他当那边没有看到那个画面，真可惜。你要相信 ，Q 暗的路终究会走到尽头。好，五十抽双彩，记一下。五十抽双彩，而且同一只哦，爽哦。OK， 赞哦。我们看看这个妖姬。哦。一君心似秋风又送南方的叶子。一君心似西江水，日夜冬。扯爆！镜魂天尊，这个有好看吗？是帅啊，那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九夷天尊剑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想成为任何人想做任何事的理由。三尺横压四方意，六界平静，八荒魂。我觉得蛮普通的。朱景这些，哦，嘿嘿，哇，好壮哦，有个壮的，来，我们来说神女之风 ，Go， 十抽没中。小鹤，真的是念小鹤，我每次都忘记。小鹤，二十抽没中。三十抽，没有。四十抽，你中哪一只都可以啊。
没有。第五十抽，没有。第六十抽，哎、欸，都是要中，不会都是要中的时候给我当吧？这样很不好看哎、欸。啊，北七哦，当机就是出货开始吗？刚明明都很顺，然后突然不顺是怎样？我真的无言了。哎呦，这样不好看呢。哦，哎，卡这是怎样？我不懂。可是我要做效果哦。哎、欸，他是卡在这啊，怎么办？他也不让我按返回登录。怎么办？我就问大家，我要怎么办？怎么办啊？对啊，都什么都玩，我们都相处了960天了，做什么效果？又来，然后又是一个，这保存没用啊，这它保存在这个图有什么用？这有没有中？哦，没中，没中嘛，发数有加，没中，好，第几抽了？哎，这是很雷，没有，完全没在做效果啊。那不是我能决定的。没中啊。又没中。我靠。2,3,4,5,6,7,8。第八次抽还是没中。第九次抽咯。谁跟你整嘞？我刚50抽双彩欸。你在那边乱讲话。有了啦。看第几个保底，1,2,3,4,5,6,7,8,9,10，第十个，1,2,3,4,5,6,7,8,9,10。子非鱼，焉知鱼之苦乐？刚好是我没有的啊，那意思就是要我再抽下一个喽。亚鱼，第九十抽亚鱼，我觉得平均下来应该也是差不多啦。好，继续，这个一定要抽到底了。又卡，我不要再卡了啦。还是我再重开。好，我们抽到第70抽中了齁。好，是70抽中。3,4,5。见我天尊。你来说说、啊、我到底是一柄什么样的剑？没有抽到妖姬啊。好吧，无缘啊。真的是无缘啊。你说说我的剑是什么剑？哎，真可惜啊。真的可惜，我依然会立于你的身前，即便我不再是你的剑士。我依然会立于你的身前，即便我不再是你的剑士。我即便我不再是你的剑士，我也不再是谁的傀儡。我是冰离。好的，好，我们来抽牌符的霸熊高气跟双双卡池，因为我已经加趴数了，现在加多少？看一下。加到 0.5 了，说不定石头就中了
没有，看来是我想太多了。嘿嘿嘿，哎，还没动哎，我的指头还没动哎，都已经12.5了啊、哦！哦，再按一次该中了吧？三十抽该中了哦，三十抽没中就真的哭哭哦。好的，看来今天运气不是很好哦。就有50抽中了双彩的右兵里而已。哎、欸、17.5 了哎、欸、搞什么有这么衰不会啦不要乌鸦嘴。40抽我、哦、看第几只。1、2、3、4第四个。2、3、4就跟你们讲不要乌鸦嘴抽徒弟哇、哦、我傻眼抽徒弟是没有满星但唉我好累哦然后继续来都已经抽了洗到底啊说到未来的我，哎，未来的徒弟，烦呢、欸。有了有了，30抽中哦，还好，返回一层。1、2、3、4、5，第五个。啊、哦，3、4、5，有了。你想让我教你些什么？有了，谁在跟你们歪？啊，有了，好了，烧双双啊，可以的。好，给过。看一下双双。幽都的长老让我教会他人间的一切，这地下与地上的苦楚，他便有十得两分。哦，还可以啊，冰斗师嘛，冰斗师。我好像没有强力的灵儿而已。啊，又要练了。时装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时装不好看。我啦我觉得不好看。好啦那么抽卡就这个样子啦。最主要就是50抽双彩幽冰里赚到马上四星。OK, 好。